个他装的扮，没人看穿年少的轻狂。姑爷，无处张望。十一，你回来了，你没死真的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才死了呢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十一，你生气了？怎么样？不可能！十一，你不能死。睡着了，吓死我了。今天这件事情不要流传出去。是。殿下也不用太过担心，他应该是头部受到了撞击，脑中有淤血导致的失忆，回头我给他施针，再开一些散瘀的药，想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恢复记忆了。有劳，务必要治好失忆。你叫韩元娘，我叫陈李延义，我是你的相公。你之前头部受伤了，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什么都记得，你正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。你要怎么证明啊？